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法术团队简易无土栽培农场。这期我们来聊一聊啊，无土栽培的甜瓜。那么在种植的过程中，几片叶子适合留瓜最好呢？第一个呢，建议咱们朋友们呢，就是基本上从10片叶啊到11片叶，然后开始进行留瓜。为什么不建议留早呢？如果说留早这个瓜以后呢，它很容易导致这个坠秧。从而呢形成，比如说单独的这个霸王瓜，然后你上面这个瓜呢，它产量就反而降低了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营养呢直接向这个瓜开始运输以后呢，那么这个根系呢它就比较弱，所以说前期我们这个主要的工作呢，就是为了让它养根，所以说我们建议，基本上您从10片叶、11片叶开始进行留瓜啊就比较合适了。在留瓜这个过程中呢。一般我们建议啊，采用3-3法。我们建议在瓜的前面啊一个叶子，瓜的后面啊再留一个叶子，然后把这个紫腕的这个头啊直接给它掐掉。这个呢是一个前期的一个留瓜。